去春游了，我要去春游了。要春游，走去！哎呦，走去！兄弟们，我们已经到了汶川了。到了汶川，我现在准备去买个音箱。我的音箱没有带，要买个音箱，不然一路车程他们在咳嗽是吧？这一片已经到汶川了，看看现在的汶川。我第一次见到有限速20的地方，吓死我了。这地方限速20，黑了，看不到了。这里有两个阿姨，她们用自己的木材在那取火取暖，真的好有人情味啊，这个感觉。小高，走到，我的。小刚，布丁，哎呦，你别咬我，布丁走，布丁走，哎呦，走的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走的，走，布丁，布丁，你怎么跟我回房间呢？布丁，你要干嘛？布丁，哎呀，布丁，你要干嘛？布丁，你怎么这么不害臊啊你？布丁，哎呀，你真是不害臊。哇哦，我今天到了理县，理县是一个分支的地方，就是要去我们瓦热分支的地方。哎，这不是岩石，哎呦，刚那个狗一直跟着我上门。我们现在要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叫做吃宵夜。吃宵夜喽，吃了就睡，睡了就吃。晚安。老男人们要准备睡觉了。晚安，我们三个男人一张床。要。睡觉了，哥，睡觉了。拜拜，晚安。要走了，拜拜，布丁。拜拜，布丁。哎呦，布丁哦，拜拜，小布丁，告别了小狗，我们往山上走。但是我们自己开的车，雪太多了，路面结冰了，我们不敢往上走了，只有在这停一下。
怎么这么有钱？你看一看，太有钱了，哇！你说，哎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个啊！我们现在来到了米亚罗附近，明天我们去米亚罗最后一站，先放东西去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米亚罗，是吧？米亚罗吧，大哥，米亚罗。然后明天我们去玩一玩，我们就结束了，差不多。然后现在我们准备吃一顿火锅，待会儿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火锅，真的可以。这边人是不多，这个冷。找个人看一下吧。小关，不冷了、啊。哎呦呦，下雪了，没事。不晓得它冷不冷哦，冷不冷哦？冷不冷？我们这里下雪了。大家看一下，真的下雪了。快看，下雪了。哇！来，小狗，乖乖，过来，乖乖。哎呦，哎呦，小乖乖，下雪了，你要注意身体哦，小乖乖，你要保重，保重，小乖乖。我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啊，真的没见过下雪，这雪是软绵绵的，大家看。哎呦，这什么？这屎，这狗屎吧？软绵绵的雪。不是，我刚刚摸到狗屎了，好像软绵绵的雪夹带的狗屎，哇！下了一晚上的雪，但是这个电源起来就听得太难了吧？好难的，天哪！看那座山上面有个好大的符号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是这么高，这么大。我把最后一站选在了成都的市区，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对我影响蛮深的。然后最后一站主要的目的就是吃宵夜长胖，当当当哟。哎，我真的长胖了不少，加油，好好减肥，加油呀。因为我们昨天玩得太晚了，我这两个兄弟快看一下，等餐的时候等睡着了，这个两个睡着了。嗯，刘恩呢、啊？嗯，睡着了。马上就要到北京了，这一趟已经玩完了，我要准备消失了。兄弟们，拜拜，拜拜，有缘再相见，拜拜。